在想什么？因为我们等一下真的要比赛，然后大家都要保留。哦，有道理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们是派对，这种苦力小妹我来。整场最担心的就是你，因为你所以我来。我一想到唯一练的肌肉是哪一个肌肉，你知道吗？咀嚼肌。对，然后或者一直吃。对啊，你为什么你会知道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练过。哦，是吗？对啊，不然你干嘛一直讲？有可能。对，那他都是属于比较尾丁尾当的那种。对对对。那你比较活泼，我都要自己就比较活泼，是不是？我要自己运动啊。对对对对。我是我哎，你咀嚼肌是练，是因为你常常在吃东西。对啦，对。对啊，跟我什么关系？我都常喂他。哦，你不懂关系，你两位可以示范吗？对啊。对啊。你说你要全，他要表演拳击啊，他跟那个你还给我破梗，你还给我破梗，破什么梗？拳击手套摆在那边观视屏，还没 take 到，我要避开镜头。我说的话，而且远远看他，你会以为是香奈儿包，好不好？对嘛？长得那么可爱。对。但今天我是说，身为晚辈，我就直接跟大家讲。什么阿里布达什么达利卡拉达利卡拉，我跟你说，我从小呢就是开始打篮球，然后篮球是一路打到那个校队，然后我们学校也是 UVA， 就是电视会转播的那一种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之前有在节目上讲过篮球，然后我也不像谁，就是可能从三年级就开始一直讲。那我最近呢，我之前讲我减肥的时候，我也是练拳击，我就喜欢上拳击。一开始只是觉得打好玩，但是我现在有目标，我就想要去打比赛。嗯，所以我是真的有打比赛，对对，打比赛就真的近距离的接触这样。因为我后来想一想，我就是认真的，因为拳击其实有年纪的限制，那我就认真的去打。那这几年打完。结束，我再一次去整形，也比较有目标。我觉得目标是后面对了，对，是不是？他想要一个合理的方法，对，正当的、正当的名目去整形，对，为了这个整形，胸部肌肉拉伤，对了，对，然后打脸，对，然后打到脸，鼻骨打到脸，对，眼骨受伤，颧骨受伤，对，对，对，你要不要去赛车会比较快？直接出一个车祸，而且赛卡车、大卡车。对，对。然后我今天就我是讲真的，因为我可能打拳击就这几年，为了让大家知道我真的有练。好，今天呢示范一下，我有戴手套。哇哦，我戴手套哦，我还戴了手把。哦，就是现场随便一个人可以对练，可以跟我对练。嗯，对。你先让老师示范，老师啊，对啊，专业的来哦。对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，老师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我有那个。稍微有玩过这些，玩过一个，他什么都玩过，他都会，很恐怖。来来来，行，好好，好紧张，好赞，好赞。我觉得你是打拳很帅。哦 ，dash rolling， 哇 ，up， 哎呦，不要打脸，哎呦，哎有踢哦，哎为什么要踢？就是会有一个那个专业哦，这样会很好，两个人。真的很帅，因为拳击算是无氧的，对对对对，它没有在呼吸，你要有氧接无氧，然后它不是纯手，它是你要用脚去旋地板，然后再转对髋跟核心，然后再手而且他刚每一个闪躲都是整个这个真的，那你刚才在打他的时候你在想什么？在想他，他赖都不给你，对不对？不留赖，你胸都不留赖给我，有啦，他有留啦，是我没敲，我没回他啦。为什么啊？因为他留，因为他在传群组啊。